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板娘小伟。今天我要接受的挑战呢，是这位叫做海绵章鱼哥提出的一款叫做《海岛纪元》的冒险游戏。这位小伙伴呢，要求我在游戏的3天之内，把家园小岛的基础建设全部建造完成。附加条件是全程不能说你、我、他三个字。如果失败的话，就要跳一个最近特别火的荧光棒舞。哎，那我是不是如果要说我，就可以说成是五？你呢，就说成农？他呢，就说成乙？看板娘，五就是传说中的宇宙超级平底锅王小薇，眼前这个美的过分的婆娘就是五啦。当然现在看起来平平无奇，对吧？当五发挥阿拉四大邪术之一的化妆技术，好像也没有太大变化哈。没关系，虽然人长得还算过得去，但是五的家给你们看看啊，眼前这个有螃蟹、有海鸥、还有祭坛的地方就是五家了。怎么样，还可以吧？看起来也不像个小破荒岛哈。所以有这么多美丽海景的小岛，那五必须起一个符合乙特色的名字。一拳把农撂倒不太好啊，复合函数求岛太复杂，那万里长城永不倒，穷困潦倒不爱我拉倒，永不倒，哎，算算，起个名字好复杂呀，就这个吧，不及岛，怎么样？名字简洁又方便。再看看周围的岛民啊，还是不及岛好听。好了，生存法则第一招，要致富先撸树，大家都默认的知识点都不用五多说了吧？拎起老娘的旋风板斧啊，嘿咻嘿咻嘿，哎，这怎么才砍2下就坏了呀？这质量也忒差了吧？五就只能先到工作台上重新做一个。好了，做完了斧子，咱们继续砍树哈。然后还需要收集一些石头，毕竟建造房子光有木头是不来三的，还得找一些石头做地基。好了，终于在日落之前采集够了全部材料，阿拉来建造第一个采石场，以后再建房子就可以少采点石头啦。现在工作了一天，有点饿呀。看着岛上啊，美是美，但是美中不足的呢，就是唯一能吃的好像只有这个陆龟。讲真的，我还没有吃过王八肉呢，今天带大家来试一试。阿拉切点乌龟肉，再搜集一点新鲜的果子，看来这些吃的已经足够熬过去今天啦。是不是以为我会去睡觉啊？呸，时间紧迫呀，小伙伴们，趁着晚上没人，我当然是赶紧又来砍树了。我砍我砍我砍砍砍，这次砍完之后呢，阿拉就可以建一个纸草屋，再建一个伐木屋，还有再建一个码头。哦，不容易啊，总算搞好一些基础建设，终于能带领小岛走向自动化生产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五现在是不是可以不用再干活了？哎，第二天一大早我来海边，怎么从海里游上岸一个漂亮小姐姐啊？能感性啊，能是美人鱼吗？长这么漂亮。什么？你竟然叫我姐姐？我都不知道我在这个岛上还有个13多年的妹妹呀。阿拉姐妹俩重建，可得好好逛一逛，总算给老妹儿哄睡着啦。今天我啥也没干啊，这倒霉孩子就知道玩。所以接下来呢，我得找一些种子种到地里去。咱们不能天天吃着乌龟王八肉农缸，对吧？先来买点种子，土里种个瓜，天天浇水呀，发个芽，开个花，好了，明天吃上大南瓜。老妹儿，我去，完了，这大半夜的岛上怎么还刷新怪了呢？哎，别打我，快跑啊！啊，这个尖嘴猴腮的男人是谁呀？怎么抓了我的妹妹呀？不是，怎么又要开打了？我的个娘亲嘞！老妹儿，你等等啊，姐姐也不是吃素的，马上救你出来。哇，这小怪也忒多了吧？嘿，炮，走你！打！哎，吓死宝宝了！这代表怎么又来一个大的呀？为了拯救世界的和平，来吧！行 A， 我跳！哎呀，有火坑，先把火灭了。嘿哈，看老娘后跳，拉开距离。你垒呀！这儿掉了个武器，看着打钳子，锁死农！哇，这伤害也太高了吧！锁死农！快了，再跺跺两下，老娘就能赢了。妹妹，能等我啊？K.O. 死两弟。啊！好了，小伙伴们，第3天都还没有来呢，小岛建设才过一半啊，
老妹儿就被人抓走了，这也太憋屈了吧。我看呢，我也别建什么小岛了。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跳一个具有海岛风味的荧光舞吧，跳完呢，我再继续去拯救我老妹儿。